Yeah， 好久没有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到这个正常的 S 加9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 S 带这里 S 加带的这里怎么样？哇，这个武器的编程看起来非常的厉害啊！但是有 4K， 这里就要很小心了。会玩的这里一开一出局了，先看一下 4K 在哪。好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好，这就不用犹豫了。呜呼，好，他下去了哈。好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他退了，他退了。呜呜呜，我以为他出去了。分散他的注意力很重要啊、哦。他现在就会说啊，靠，怎么办？都是敌人，快出来帮我！好，来使用农园的农园特产小方块。好，应该要被发现了，应该要被发现了。哎、欸，没有被发现。OK， nice。哎呦！哎呀，可惜。好，他冷静了，他冷静，非常好。哎，我的队友这一局就 very 燥 ，very 燥啊！我基本上算是还没做到事的、哦，还没做到事，人都丢到哪里去了？我 ，nice， 感谢。好、oh, ，nice， 谢谢。S 加带就是大家的意识上是比较正常一点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青春有你，感谢季。农园小天堂其实只是对方的队友大地狱。普安普安，1930 1930六三零啊，这个 Mimiko 是刚刚我攻击的那个吗？他应该不会查包我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卡住了卡住了。好，是洗车枪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哎、欸，这个时候就赚到了，农园小天堂就是在这里添的。啊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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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！Nice nice， 小天堂赞哦。好，现在往右边前进了。我们农园小天堂基本上呢，就是左边、右边的铁网都是小天堂的部分哦。但是这个出发前一定要先详读使用说明书啊。像这个刚刚的手长的人哦，已经发现了，啊要死了啊，就死了，这个就不是小天堂了，就变送头小天堂了。因为在铁网上，只要一被发现你都爱走铁网的时候，就会蛮危险的、啊。但是这边的这个队友似乎非常的这个强劲哦。走上面是，哎，我们可以从上面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。哦，农园小天堂有吗？小天堂，小天堂，超级小天堂。好，他下去了，好，很好，下去也是好的。啊，这个小方块很好用，大家记得要善用哦，因为通常不会有人发现这里会站人。想要他们要前进的时候，就看着那个墨痕。哎，就变小天堂了，有没有？小天堂突然就出现了。突然间就变小天堂了，啊，这里这块也很好用，好，没关系，哎，不要打我，打不到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他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攻击到我了，一瞬间小天堂，小天堂就要出现了，小天堂出现了 ，Nice， 谢谢谢谢，哇，这个 S 加9队友好强，好强哦，这太强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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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个是传说中的朵拉平台啊、哦？真的吗？朵拉大前辈也是在这个平台上游走自如吗？没错没错，农园小方块就跟砂糖的那个方糖一样，很甜的啊。S 加9，对对 ，S 加带这边是可以看到这个大名字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叉就看不到？因为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呢，上叉会有人故意就是故意撞。就是找朋友一起进来，然后在你那一队就当内鬼，然后故意放置这样，对对，有这个恶劣行为啊。然后这个官方发现以后呢，就是上叉的一律名称是改为问号的。啊，基本上这个如果是像我这配置这样出来，通常这里是不会放那个的啦，因为放了会被发现。好 ，OK OK， 因为齁这个农园小天堂
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基本上的武器都不会那么不会太长。对，因为基本上，我还没讲完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边解决。因为武器基本上不会太长，所以，你跳在上面的时候，nice， 你跳在上，你在铁网上跳起来往下打的时候，暴风范围通常都可以打到手短的人。然后，但手短的人基本上一定打不到你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很烦。然后，但他又很想要打你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浓烟小天堂。浓烟小天堂就是这样来。好，差不多要被发现了。哎，差不多被发现了。哎，他手比较长，就不方便，不方便。OK， 小天堂，开一个。好，这边应该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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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没换到。对，但是重点是这个同农园小天堂跟地板很有关系，对，所以地板还是要有的哦，还是要有的哦，也不能太小天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要顾一下。哎，都没有墨，对对。Nice。哎，喂。Nice。有的时候小天堂就是有些敌人会马上发现，你会很惯性的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就是还是要小心。农园还是最忌讳就是这些小小的地方，偶尔还是要喷一下哦。然后你发现原本走那个地方都不太行的时候，就换一个地方从家里出发也可以。对，他就会突然敌人会突然没有办法意识过来，哎，在哪里在哪里？这就是蹦蹦农园小天堂的玩法啦。好，上下齐攻 ，nice， 好，进了 ，nice， 强攻型的，强攻型的，喂，他也是跟我戴一样的帽子，哎，是队友啊，天哪，用我们的实力加油，用打我们的实力加油，啊，索尔大大，索尔哥哥，你要保护我啊，被你打的花枝乱坠的，索尔哥哥，乌龟加油。乌龟可以吧？乌龟不是也3000分吗？不是3000黄跟3000龟吗？